喂，小宝啊。喂。什么事？我有点不开心，你可以过来陪陪我吗？如果你不行，不用紧啦，我找关照。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刚在做功课嘛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过来找你。你醉了。哎呀，你不要问这样多了。我一个人在酒吧，你快点过来啊。OK， 我现在过来，你等我。我今天想回家，可以去你家吗？可以吗？喂，小宝，你讲了有好点吗？嗯，怎么他要这样子对我？你喝太多了啦。烦了你，我没有醉。你陪我喝酒，陪我喝酒。好的。你这边有什么很勾力的酒？有这个莱茵。莱茵啊，给我一个头先。嗯，好意思。几点了？不用回家。我要给你们一个好东西，吃了这个嘞，你们明天就不会受罪了啦，马上吧。哪里好意思哦？谢谢你啊，拜拜。谢谢你啊，下次有机会再请你啊。啊，好。喂，我有点不开心，你可以过来陪陪我吗？妈干你不啊，先快 cut 吧，想要摸下去了。哦，我又到哪个机会，你要上班呢？你好，哎，对对对，这除了不会宿醉可以做什么？这个可以帮助提升酒量啊，呕吐问题，还有保肝哦。吃了这个过后呢，你明天就不会宿醉了的啦。哪里好意思，喂，我电话呢？